在请您欣赏相声《大保镖》，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刚才两个演员唱的多好，对啊，是《红灯记》京戏，唱了七八段《红灯记》，没别的，好啊，啊，年轻演员不错呀，好啊，是不是啊？说得好，我们这兄弟来说吧，啊，开场给大伙表演。也是小兄弟，没有啊？等会儿，你还没问岁数，我大，穿多大号的？这鞋呀？你说你大呀？你穿多大号的？我岁数大，几岁口？不是，张嘴您瞧瞧，你几么大几？怎么说您？您会说人话不会？你大吗？几大吗？大吗？你几岁？多大岁？您就问我多大岁数，是不是？多大岁数？要判啊？不是，你多大岁？多大岁数？多大岁数？37了，兄弟。我兄弟，小兄弟。您多大？32。拿起嘴了就说：“这是兄弟啊！”这小兄弟说：“别说了，别往下说了，得捧。”哎，等会儿啊，您是兄弟，不能，我是哥哥。别闹，这闹什么呀？他不识数，干嘛？他那脑仁啊，跟松子儿这么大。脑瓜就一碗卤煮，您先别忙着损人，我告诉你啊，哎哎，这我是哥哥，您是兄弟，刚才您都说了，你先搁下吧，你别闹，谁哥哥？您小，您32，我37，先有的我，后有的您，这还有错没有？咱数。数，这还怎么数啊？你多大？我37啊。你37啊？啊，我32啊。啊，30、31、32，有我了，还没你呢。33、34、35、36、37，这才有你，我兄弟。哦，按您这么算是先有的您，哎，后有的你爸爸。哎。这可不对，不是不对，按您这算法，先生出来小孩比谁都大，是吗？我可很尊敬你这行啊。咱讲理啊。这也就是说，我有气量，没气量，就凭我一伸手，咔，你完了，知道吗？您干嘛呀？知道吗？什么一咔我就完了？知道吗？像我们这个跟您隔着行隔着山的，我，对吗？隔着行隔着山可以，您别逗，您谁跟你逗啊？我说的实事儿，也就遇见我了，遇见我们同行的急脾气，啪。一下子你就完了，您这行人坐轮椅了，知道吗？知道吗？您这行人怎么都那么大脾气？那当然了。您什么行当啊？练武术的。哪说理去？我是练武术的。练武术的嬉皮笑脸了怎么？真的啊，咱只是说实话啊。您先等会儿，您先把架子放下。您不就练武术的吗？耗腿啊，练武术这么耗腿啊？早晨起来啊，哎哎，行了，哎哎，甭耗了，甭耗了，耗30年，你琢磨那了得吗？耗30年才这么高啊？他还得长呢，一年长这么些，一年长这么些，他多的能找到上头来，知道吗？练武术的哦，练家子，我是个武术世家，哦，我父亲就是练武术的，在江湖之上赫赫扬名，讲究是高来高去，了不起的大英雄，有能耐，江湖人送外号叫草上飞。哦，你爸爸是飞贼。这讨厌了，不许开玩笑啊！草上飞呀、啊，这可开玩笑了。不是，我这轻功盖世，草上飞，就这个二楼啊，一垫脚就上，知道吗？哦，打这边奔那边，一个跟头就过去，没有拦得住他的门，没有挡得住他的锁，知道吗？还是贼呀、啊，贼干嘛？怎么这锁都上来了？什么锁？看看都能弄着，知道吗？开锁的，哪怕银行那锁，瞧瞧，弄根芹菜就捅开了，哇！这能搁这儿了，这么大能耐啊！好，好，一辈子所生我们弟兄两个，哦，我还有我哥哥，那可不是吗？哥俩从小我父亲教我们啊，我先教你们打基础，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铲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刺的带轮的带刃的带绳绳的带锁链带倒水钩带峨眉刺的，什么叫金钟罩哪个叫铁裤衩全练过了。嗨，
行了行了行了，练过这个铁裤衩您还练呢？刀枪不入铁裤衩啊，这看铁布衫，铁布衫，铁布衫。哎，你这嘴有毛病啊？谁嘴有毛病？铁布衫，铁布衫差不多，差不多铁布衫差不多，这都小发音不太一样。嗯，这是俄语吗？这个打完基础之后得投名师访高友，外边学去。这行跟说相声一样啊？怎么？你像比如说，比如说我是说相声的，嗯，我儿子要是想学相声。送到外头去，你们最好往外头比划啊，外头比划，送到外边去，因为什么知道吗？啊，自己人下不去手啊，练功很刻苦啊，很早晨起你让他耗水，你忍心吗？这也没什么不忍心的，搁在这儿有什么不忍心的？说这意思啊，投名师访高友找吧，嗯，最后啊。找找我的老恩师，我还很尊重老恩师老先生，怎么称呼啊？韦米。哦，韦米和尚，江湖上都知道，哦，得道的高僧，世外的高人。对，韦米高僧，好好好，家住在北京京西北悬平坡的下坎，这个地名叫胡岭。住胡岭，嗯，那地方可没出什么练家子。嗯，老人都知道那地方净卖粽子的。我拿江米砍死你，您也找不出别的东西来了。那儿住都卖粽子的，卖粽子的多。胡闹是吗？知道吗？就跟你们曲艺团宿舍楼似的，这一楼住的人都是说相声的吗？也不见得，还是 AAA 呀，啊，对吧？老恩师住在这儿，隐居在这儿。哦，住这儿没人知道，啊，我父亲带着我们哥俩来呀，看看老恩师吧。好，一进门老爷子正练功呢，啊，跟这正捋叶子，捋那铁叶子，捋那苇叶子，要包粽子。包粽子干嘛？捋苇叶子。哎，江湖之上练功，这儿有伤了怎么办？拿苇叶子缠一下。哦，拿苇子缠。哎，这一缠，啊，我父亲一说，这俩孩子以后交给您了，没别的，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您教他们俩的能耐。好，老头很高兴。嗯，好好小，不丢人，行行出状元，干什么不吃饭？早出去晚回来，三七费老火，知道吗？该换水换水啊！以后有功夫，哎，这得换换水了，哎呀，啊，添水，哦，以后就留着吧，啊，在这儿干吧。不过以后留神，要想在这儿干，咱们得先立下生死文约。哦，这还是合同制，我们这行不一样。哦，立完合同之后，俩孩子就是人家的，就送人家了。死走逃亡各有天命。哦，跟老师这儿学着活，学着练功，啊，刷出去拿车撞死了，这个活该。说这就白死了，白死哟！我爸爸眼泪都下来了啊！可为了俩孩子的出路怎么办呢？行，听听着，我就写写下生死合约。哎呀，老师吩咐一声，摆香堂，摆香堂，墙面摆上香炉、蜡供、蜡签、烛台，哦，后边供上我们祖师爷的画像。哦，您还有祖师爷？我们有祖师爷啊！谁呀？屈原。哎，对。人这行合理啊，嗯，没有屈原就没有粽子嘛，嗯，讨厌，讨厌，有供屈原的嘛？我们的老祖师爷啊，供在上边，研得了墨，添饱了笔。老师把笔拿起来，把纸摊开了，嗯，直哆嗦呀，说着容易，做着不容易啊，下不去。这笔一落，俩孩子命交给自己了啊！哆嗦半天，屋里的气氛很凝固。哎呀，二十多分钟没人说话，你看，最后老师叹了口气，把笔撂下，嗯，甭写了。不写了，我不认识字儿，那还写什么呀？不认字还写呢？我父亲说了啊，这样，这师傅你们俩好好学，老师文武双全啊，甭提这文武双全了。说完之后，我爸爸一溜黄光直奔西南。你爸爸是狐仙儿啊？你爸爸刺猬啊？怎么一溜黄光啊？我淘气，我把我爸爸那皮袄号给点着了。好嘛！您瞧干的事儿，打这儿起我们哥俩留下跟老师一块儿学能耐。好，练武功讲究是循序渐进，慢慢来，一上来就学学不了。对，先练什么知道吗？先练什么呀？先练这个掌。哦，掌法，先练掌，再练拳，最后练兵刃。哦，得慢慢来练掌法。拿过一个大锅来，嗯，里边装的都是铁沙子。哎呦，拿你这个手掌去插这个铁沙子，铁沙掌。哎，练到一定程度了，手就有劲儿。
就插这铁沙子。但是刚开始不能用铁沙子练。哦，有个过程，最开始用姜米。搁好了，就光插这姜米，有石头捡出来。您这捡米呢是怎么着？练功哦，练完这个，练拳啊，长成了，搭一大锅锅了，里边都是铁豆子哦，拿手在里边嚓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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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练这个掌的摩擦力。你看，刚开始你受不了啊，哦、还不行，哎，先不用铁豆子，刚开始用，先用红小豆，拿水泡完了，拿手哒哒哒哒哒哒，为了这个摩擦力，里边加上红糖，知道吗？您掌练成了，拳练成了，您这豆馅儿也揣成了吧？讨厌练功，您这是吹豆馅儿呢吗？这不是练完之后要练兵刃，哦，练齐眉棍，拿起棍来院子里边打人行吗？不行，先打树，哦，打一大树，嗨咔，嗨咔，嗨咔，打三下搁上，干嘛？写完三下就歇着？有规矩啊？什么规矩？有枣没枣打三竿子。嗨，这打枣的这。练功夫是练功，这练什么功夫啊？每天跟老师一块学，很高兴啊！啊，哦、老师也教导我们，嗯，好好练，嗯、知道吗？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知道吗？什么呀，这都是？我说是，我谨遵老师的教诲。嗯，每当听了您这些个正义的言辞，嗯，我内心就五内澎湃，嗯，希望找一个恶势力跟他同归于尽。老师点点头，嗯，你无耻的样子很有我年轻时候神韵。嗨。还往下传呢，这挺好。实指望跟老师能够长久的在一起学能耐。好啊。后来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哦。有一天呢，师傅下山出去蹦迪去。师傅还蹦迪去？出去玩去啊！无意中碰到年轻时候红颜知己的女儿。哟，从见到她这一刻开始，啊、师傅知道自己的江湖生涯结束了，注定远离这些白衣如雪、来去如风的日子。啊，老人家以80岁高龄的年纪，毅然决然地戴上假发，还俗去了。嗨、哎，好了，从此后只羡鸳鸯不羡仙，找不着了。若是两情相依，又岂在猪猪肉肉？哼。什么学问呢？您这是走了，朝朝暮暮，就我们着急，我们哥俩着急啊！哦，一个是跟师傅能耐没学完，再一个你快到五月节了，这忙了，你正用人的时候，人手不够啊，忙啊，一天到我们俩跟院里这忙活啊，这天正忙着呢，啪啪啪，怎么回事？有人击呼，击呼，什么叫击呼？不知道，小鸡吃辣椒糊，嗨。胡解释，有人敲门，哎，门分左右有打扮吧，进了一大个，啊，手里拿着拜帖，您两位挺好的，哦，是前外会有镖局的，老掌柜让我们登门求教，把您二位接过去，有要事相商。嚯，哎呀，你哪来的？也没有功夫走啊，现在知道吗？现在说实在的啊，我们很忙很忙的，因为什么呢？您这还包着呢，是怎么着？行了，不在，别瞪着了。行行了，您就别瞪这馅儿了，就练功还捆呢您。练功练功呢。啊，不是您得去，现在有要事，车都预备好了。哦，来车了。你瞧，车来了，咱不能不去吧？去吧。喊我哥哥把那火封上，火咱走。啊、哎，别着了，把那端下来啊，那拿凉水拔上。对对对，转身出来。啊，车在门口，那大个等着了。哦，太客气了，哥哥来，你上那头，我上这头，啊、一块上，省得翻，一个轱辘不好坐，你知道吗？嗯，独轮车呀，吹粮食那个，好，没给您烧50斤江米了呀？我这边他那边，啊、大个拉起车来，滋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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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奔前门。好，去吧。来到这儿了，啊、老掌柜带这些个英雄好汉都出来迎接我来了。哦，里边请，里边请。迈步来到院里一瞧 啊，正当中这是一个2层楼，哦，两旁边黄土都铺平了，嗯、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都是家伙。老掌柜高兴了，嗯，二位呀，来呀，咱们楼上饮酒吧，吃饭，让我们上楼。啊，这会儿你要是走楼梯，这可是丢人的事儿。怎么？怎么办？哦，起飞至，冲我哥一努嘴，嗯，我哥哥一伸手，由打怀中掏出暗器，嗯，直奔东南角，啪一扔，我拿手一指，有刺客。嚯，老掌柜听好，咱们追点，嗯，呼噜呼噜都奔东南角。一来，我哥哥走上楼梯，哎，您就这么上楼了？一会儿的功夫，老头回来，脸都青了啊！这谁扔的粽子？哼，您就带这玩意儿，我说上来呀，啊，上来，你不能走楼梯啊，让人笑话啊，还截个人家呢。老头一个跟头上来了，嗯，是大牌宴宴，山中走兽，云中雁路的牛羊海里间，走走眼。
是熊掌干贝露尾尖，烧黄二酒都摆齐了，吃吧，来吧，还管饭呢，喝，甩个腮帮子，撩开后槽牙，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就跟到土箱子里是切大了切大了，哎呦好，过来吃，吃饱喝足了，老头一指楼下，来吧，二位楼下过过号吧，过过号，楼下抻练抻练，哦，得练，一个跟头他下去了，我们哥俩怎么办呢？怎么办？上来好上，下去再扔粽子不灵了，就是啊，到楼梯口一踹我胳膊，下去咕噜咕噜，我赶紧追，哎。哼，就这么追下去了，多聪明这玩意儿啊！哼，这是聪明吗？这来到楼底下，老头说：“你们哥俩谁先练呢？”嗯，我哥哥说：“我来吧。”他练，一伸手抄起一杆大枪来。哦，今天给大伙练一套六合枪。好，六合枪不好练，有赞为证。怎么说？一扎没存，二扎心，三扎没存，四扎心，五扎没存，六扎心，七扎没存，八扎心，全家一地方啊！这不好背啊，一来就背错了，知道吗？没听说过。就这么一句没不好。刚要练，我说哥哥，您的感冒刚好，可别重复了。嗯，我哥点点头，把枪放下，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废话，没练得出什么气儿啊！我来，我练。您呢？见过刀，见过枪，你们都见过。今天你们没见过刀枪并耍的，哦，一块儿来。哎，一手枪，一手刀，让你们瞧瞧我的真能耐。好功夫！一伸手，抻起一杆大铁枪来，掂了掂，120来斤。嚯、哦！一掉个青烟冲下，噗，吐到地上。嗯、老爷子，扶着点，我挑口刀去。再拿刀。老头真听话，攥着这大铁枪。哦，那边都是刀，跳去吧。啊，找吧。我来到这儿找，找来找去，找着一口刀。呵，太好看了，分量也合适。搁在手里要攥还没攥出来。西北前天来了一片云彩，紧跟着呜噜噜噜噜，啊，咔嚓。一个雷，再看老头儿跑了一这样。您这招太损了，老爷子有意思啊！啊，得扶起来，扶起来！早知道给你两杆枪了，就是。那就劈死了，那就得了。那我只练刀吧，好吗？那就练刀吧。今天练刀，嗯，把刀抱在左手，上看刀尖儿，下看刀穗儿，哦，前看刀刃，后看刀背儿，哦，使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好，刀，哎，哎。您这，哎，你非死这儿不可是怎么着？夜战八方，往哪儿？哎呵，那边，从哪儿啊？藏刀式，就甭使这架子了。哎、老头挺高兴啊，相逢二位给我们保趟镖，咱们后面验验镖吧。验镖，带哥俩来到后面一瞧，嚯、嗯，一个个老窝窝里边装满了金银财宝。哦，这叫暗镖，暗镖。哎呀，现如今这趟镖不好保，你们哥俩辛苦一趟。我说没问题，马上就走，咱们是即刻登舱，赶紧走，东西归置好了，我们哥俩进餐可以小行夜宿。嗯，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康庄子，南口清河桥康庄子，沙城保安康庄子，张家口下花园康庄子，下花园康庄子。您就在康庄子这儿了吧？我就往前走了，就这儿瓷实是吧？瓷实也不能这儿站了，这会儿天可就晚了。啊、我哥哥问我兄弟，咱是打尖还是住店？您说吃面，来，好、啊。啊您这走饿了，我这番辞职是吧？对对，行了，依着我哥要住店，我说那不行、嗯，咱们抓紧往前走，事儿干完咱们再接着，好，好不好？行。虽然说道路崎岖，但是有着朦胧夜色。哦，正往前走，耳听得人发袖间声响，苍啷啷，一棒捅我，原来是姚彪自立咬啊！哎，你听我这普通话怎么样？啊，您这啊，这是普通话呀。两旁边雁别翅排开，出来一对喽啰，正当中出一黑大个儿、嗯，这大黑脑袋往这一站，此山是我开，此处是我。我在要打死猪，给我脱下裤子来，脱裤子！大胆责人，不光劫财，他还要劫色了啊！哎、一个人打都打不过，我是哥哥，咱俩人打了吧，打了努嘴，我哥上去，两个人一块打的，刀来枪去，枪来刀往，眼瞅着瞧一破绽，呵，我心这小子真就到这儿了，嗯，刀拔出来，咔咔一下子，脑袋地上翻滚，我是嚎啕大哭，你哭什么呀？把我哥哥宰了！谢各位啊，是说的不好，傻卖力气，还净出汗。你看人家，我看那汗不出都痒着，我这痒汗是怎么着？怎么说话呢？这是多听相声有好处啊！尤其现在什么网络媒体啊，方方面面的、很先进，大伙儿听相声不见得非得上剧场，嗯、啊，网上也能听，买张碟也能听，是不是？很多渠道啊！现在国家发展的很快，嗯，尤其前年、去年有几件大喜事儿哦啊，尤其是去年开始，前年国家允许载人了，现在啊，
我希望第二个宰于谦，宰完于谦宰我，是不是？干嘛呀？宰他们好事儿。什么时候允许宰人了？宰人呢？宰了一个了，在你之前宰一个了。什么的？有这事儿啊？杨立伟宰了吗？嗨，什么呀？宰人吗？宰人飞船？对呀、啊，弄到外边宰了的，对吗？正字念宰人。我很喜欢这行业啊。啊，我如果说能干这行，我听说又快了。哦，往外边宰人去了。哦哟，往上发。你希望能宰了我啊？您，我不说相声了，我上天了，我宰了。那也好啊。好，多好。嗯。但我去问去，他们现在据说不要人，得培训。啊、那得练。说这要让咱们挑上，这一个月还不得八百块钱工资，药费都得报啊！啊，您穷疯了是吧？车去估计能给报，你信吗？您要有这心就够呛啊！我自己先练练，先锻炼。哦，下功夫。门口小花园里边，小孩们都坐那转椅。嗯、啊，下去，都下去，下去，下去，下去。干嘛呀？你宇航员来了啊！锻炼，锻炼。各模宇航员。推我，别走，那胖子回来。推我，推你。推一圈一圈的，嗯、呵，四十来圈，停、啊，别推了，啊，我那胆吐哪儿去了？好嘛，胆都吐出来了啊！练功嘛、啊，这玩意儿据说还得练那个运高，啊，那恐高症不行，最高最高地往下看，啊，我住京广跟前儿、哦，这行吗？上京广，我上京广上面去往下看，哦、你锻炼吧。这倒是，爬楼，站上面，这高啊，嗯，正看着来四个警察，下来吧，工头答应给钱了，拿我当兵去。哎到这儿就全是编的了，但是有的事儿是真的。你看前两天于老师交了几个朋友，这个挺可乐。他跟我们不一样啊、嗯，我交朋友就是说相声，对，除了说相声，唱戏的你认识这个，啊、嗯，他竟认识那个高人，世外高人，对，啊，那天认识他，认识一喇嘛，哦，打西藏来喇嘛，戴一黄色的帽子，嗯，穿一紫褂子，一见人挺客气，哗。长头，我跟他说了，哎，我你借我使使，我新搬的家那地板脏着呢，把喇嘛借你使使，哎，俩有一天都干净了，知道吗？不借骂我，你这不懂啊，人是高人啊，啊圣僧，对，那叫五体投地。后来他又结识一和尚，就是得道高僧，啊，打哪儿来的咱不知道啊。那天还弄着俩和尚，一和尚一喇嘛，嗯、啊，出去玩去，开车，仨人出去玩去，嗯、啊，到河边了，把车停下，哎，来船，有小船，船划船，好，啊，喇嘛和尚跟他仨人划船，让我们当西说。小船儿呢，唱着呢，仨人全知道。到河当这儿了，停下来了。啊，聊天吧。啊、哦，喇嘛给他讲西藏怎么回事儿，啊、哦，跟佛教怎么回事儿。和尚给他讲云游天下可乐的事儿、嗯。他给人讲说相声的事儿。说着说着，人家喇嘛说了：“我有一件宝贝，啊，这是想当初啊，我在西藏那儿活佛给我的。嚯、哦，我给你们拿瞧瞧去啊！嗯、站起身来啊，从船上站起来。这船上到岸边20米。哦，站起来。”就往水上就踩，知道吗？嚯、哦，这愣走下去了，这登平渡水，走到岸边上车拿东西，嘡嘡嘡嘡回来。哼，咱们光看过神话电影啊，这个一般人没见过。这是啊，这多神奇，很神奇啊，这东西、啊。回来了，看看和尚也乐了。我那有一张星云大师的照片，哦、你们也瞧瞧。和尚也站起来，顺着这个水面呀，就踩着水瓶走。哼，一会儿拿回来了，拿这儿。哎呀，于谦很羡慕，我能学这个吗？啊，俩人乐了，心诚则灵。哦，得信这个。他乐了，我车里有一张刘振华的相片。哦，我给你们拿，你们看看啊，你们看看，站起身来也学人家啊，咚一步就到底了，啊，咚下去了，咕噜咕噜冒泡，嗯、啊，仗着水量好，咕噜咕噜往上来，水量啊，水性好，嗯，上来，站在这儿，我还得来，沉心运气，菩萨佛爷真主上帝圣母玛利亚。全信，好哟！我站起来又奔着水面，噔噔噔噔噔，掉底下去了啊！又掉底下，赶紧往回游，游到船边，听这喇嘛跟和尚俩说话。啊，这和尚说了：“哎，咱是不是得告诉他这石头在哪儿？”有
有一出京剧叫桑园会啊，好，秋胡西皮相声演员都会了，对，唱起来很好听，是西皮流水版，您唱一下，也叫马蹄筋呢，您唱一下。秋胡大妈问家乡，行人路上阿巴迪呀忙，左里彪悍勇猛王，见一位大嫂手盘桑，前迎儿好似罗妇女，后迎好像母亲呀方。江西人，且知人说人两米的女最非常。好，这是京剧里面的。我们有一段山东二黄，说的是山东朋友用山东话演唱，更有意思。怎么唱的呢？好听着呢，唱一唱。秋婚打马说奔南家的李雄爷那个罗萨萨马发听啊的自己咋家了拼呢，难度你我的颜色上偏家偏呀偏花偏我偏再要偏气呀，在前堂死了别呀高堂的母问，在后堂死了别呀咋得气呀，夫妻们分了别大门里看看我这个我看他这个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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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也能啊，不知热情啊，再次再两句真是又能怎么地啊，肚子被饭了饭了早就饭了，耳听得那个战鼓儿啊不住地噔噔啊噔噔哒哒的滴滴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噔哒啦滴哒，三国战将用手提赵子龙，长坂坡前逞威风，什么一打一呀大是谁呀，一打一呀大是谁，抬抬一抬一抬抬呀，抬抬一抬一紧张，灯笼我也见着到明月心呀，胸膛呀一呀加大，龙血心呀他放大，后头那五下星辰王号腰膀雨带都他好学做怪太朝里呀，太朝他飞的家呀看着不去，看着大道的去云他会挑你，幸运本来的在呀上好院里呀，展现出这个美大好，沈川说这个懒办事儿呢，咬记住这个百步单呢，走上边就骨头单呢，脚尖穿着顶脖单呢，我不敢你脚脏呢，上头脏头了，安全了，一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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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军队里前一个好我想个裸死女，后一个好我想问发得起，再拿下钱讲起一前置证，错认了闽南女人四个擦皮，哥们儿1600多遍啊，黄鹤楼来晚了，今儿上午有给大伙儿唱一遍大实话吧。好，这是我们一个保留节目，对对啊，希望大家万事如意啊。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天有日月和星。